宝宝，你是在坐在个什么上面呢？你现在是小鱼吗？还是大鱼吗？我告诉你吃了吗？你是小马，这个是个小鱼，这不是小马。摇马，你看这后边还有尾巴呢，看到了吗？你在这儿，这是个你是个小鱼，是不是啊？来晃。你要玩厨房了，你又要做饭了。哎，我们怎么到哪儿都做饭都做到哪儿呢？把铅笔放在桌子上来。好的。嗯，你小弟弟也在做饭了。好，把冰箱给关了，小心后头是个，后头是冰箱，没事 ，Ariel， 你那个是冰箱吗？啊，拉开了，里头的东西真多呀。宝宝，你穿的是个露露的裤子是不是？你屁屁上是不是有个尾巴呀？你让我看看你的尾巴好吗？让我看看你的尾巴好吗？